大酿牛丸啊，潮昌肉丸，好吉肉包，大哥烧味店。肉包，肉包，他还在外面，他好像没有进来。好嘞，看到我了啦！看屁看呢、啊！没看到前面跟前情提要，我要到香港拍摄实境节目。结果女刚开始摄影机就挂了，然后女主持人就是外面那个蓝衣服高叉泳装的，不是高叉泳装，高叉旗袍，她就坏掉了，牙齿变长，然后眼睛不见了。对，啊，我们是摄影师，啊，我们进来遇到一个那种像祭拜的地方，旁边都是血，然后刚刚还有遇到牙医，然后事情就是说。刚看到一个笔记事情，就是说一个应该是警察吧，接到通报，通报说有一个二楼有个尸臭味，臭味了，然后他就过去准备要进去，他敲一敲门，正准备要进去的时候，里面突然就传出饭香，啊，还想说啊，那应该里面有人，然后就是一个小女孩开门，那小女孩开门，他就说他妈刚煮完饭，对，在休息，然后警察要进，应该是警察吧，我猜，还是记者，我不知道，然后他进去看，但他妈已经挂了。然后尸臭味已经烂掉，然后尸水流到地上，然后那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女孩，然后死掉妈妈，然后她老公是一个无照牙医，其他的东西都还不知道。他一直这样子看我，我怎么出去？然后他刚刚我们弄开发电机之后，有一个电话打过来，铃铃铃铃铃铃，接起来是一个女生的讲话，附身在佳慧就是外面那个人身上，他跟我们说，要我们赶紧去找阿婆，要找一个阿婆，我们等一下等他走过来，然后再走回来，然后我再出去，不然他回头的时候会一直看到我，等他走过去再走回来。但没，他现在应该是在往前走，然后等一下会走回来，走回来我就听到他在那边鬼叫，现在还没有。嗯，没吗？那如果我们躲在这里，他应该不会看到吧？
好暗的，我就看不到东西，怎么办？刚才两个，还有一个嘞，还有最后一个嘞，怎么办 ？Shit， 还有一个嘞。哇！哦哟，还要再进去一次哦！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等他过来，我再过去啊。好像在左边吧，是不是？最左边那边啊。等一下，等他过来，我再过去。你瞅，蹲着蹲着，有东西会一直拖到地上吧？要打，没办法。按下去他会弄我呢，不会弄我吗？按下去要怎么解？不是按下去，按下去他就来了。嗯？他有灵压是不是？为什么画面糊掉了？到你妈太近但是他没有眼睛，所以他看不到灯，是不是？那走到前面我再拉，
有啦，开到了啦，有吧？都开了吧？等一下，等他过去，等他过去。站起来不行了，他会听到啊。他会听到，等一下。他现在刚走过去，他现在等一下会折回来，折回来会面向这个门，他会看到我。他等一下可以出去了。哎，看到我的脚毛哦！走了，都开了吧，应该都开了。这是鱼蛋。去香港记得吃鱼蛋，葡萄汁配鱼蛋，买个电扇过去啊，走下水道。好暗哦，而且很臭耶，脚都湿了，裤子湿了。这是什么？捕梦网啊！缺了东西。看戏的。敬神求得天天好，天后宫，点香永保，事业顺。大理石做的小球，要把那个塞在那个里面吗？大理石用太小了，不位置
柜子哪里？有吗？半点不传人，一生都是命。灵雀求签解签证言。玉佩加球，把它合起来，然后塞那边，行不行？靠腰了，呀！等一下，干嘛？不是合起来了吗？还想怎样？是那个无照牙医吗？对。那个是子轩。是谁？那是谁？真的屁眼掉出来了，屁眼，哎呀，炫的，没事，我会继承他的力量的，我会带着子轩的眼睛走下去，拯救嘎威的。就是我的代人，我就是他的卡卡西。他是子轩，邓子轩六，他也是摄影师哎，跟我同一个位置哎。102347，邓轩。不太直号。吸毒，哇，有这个迷的那个笑面具耶，戴这个面具吗？有，干嘛？为什么现在有人拿过？他现在有个血手印拿过后面有没有？这是两个血手掌拿后面。有个阴阳盘呢，要干嘛？用子轩的眼珠放上去呢，还有那个珠子，哇哦，哇哦。还好有子轩呢，不然我就要拿我那颗放进去了。哦，妖岛道路，现在那个面具都后面都有血手印，九龙城寨业主联谊会哦，
九龙城寨业主联谊会啊，就是这边的商家的一个聚会是吗？哦，电线好乱哦，有没有好好整理啊？啊，是哦。我还以为嘎威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地藏天下宝，五方五土龙神前后地主财神。阿婆在哪？阿婆住哪？圣房白猴鬼啊，什么东西？是圣房白猴鬼。打针呢、啊？咳嗽？是，不是白猴鬼？哇，又有柜子！嘎威嘞？嘎威，你别躲了出来哦，嘎威！入嚟啦，细路。嗯，你谁？对，你谁？他吃完脚尾饭哦。婆婆，呢度发生咩事啊？可唔可以帮下我？我朋友家慧佢好唔妥啊！后生仔，今日系七月十四，鬼门关大开，你哋唔应该嚟呢度啊！到啊，婆婆，求下你帮下我哋啦！今次唔系专登冒犯咁多位，帮帮我。家慧一旦正常翻，我哋就会即刻走人噶啦。咁就要睇你哋嘅做法啦。台面上有几道王符，你攞去啦。唉，佢都系时候要走啦。每逢盂兰节晚，嗰种敲响八字嘅时候，佢就会过去隔离单位。准备饭送，等我翻去。你要趁佢喺房嘅时候，将道符贴喺大门度。记住，无论佢讲咩嘢都好，都千祈唔好开门啊！
阿婆已经挂了是不是？不然她怎么月历没有撕？今天不是7月14，怎么是16？六，农历的。我没有办法开手电筒嘞，看不到。什么钥匙？婆婆，哦，哦，婆婆家好黑哟，看不到东西的。婆婆奶蛮大的、欸，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去了，不知道等他回来，他还没回来吧？不是要等他回来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啊！为什么出来就有灯，就有手电筒了？进来他房间不能开手电筒，哎，这边有磁场会让我的手电筒坏掉呢。不是啊，他等一下从外面回来，那我进去房间不是就被堵死了吗？这样子很难出来呢。难道我进去之后，然后他还要回来，然后我要躲起来等他做饭菜，然后我再偷偷跑出来哦？哇！嘎喂，嘎喂，嘎喂！5月15，我掉了一颗牙，放枕头当牙仙。妈妈收很多礼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16号妈妈收很多礼物？爸爸说妈妈生病了，每天要给妈妈上好多药。妈妈总是在睡觉。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怎么了？是有皮鞭吗？是皮鞭吗？厨房哎、欸，所以等一下佳慧会过来这边呢、欸。立顿茶包吗？咖啡方糖哦，还泡咖啡啦。佳慧要回来了没啦？佳慧要回来了没？啊，血手印痔疮。哦，储藏。
6点30买菜，8点回家煮饭，10点帮阿明煮宵夜。为什么翻译的那个大字跟纸上写的不同？纸上他妈明明写九点，他是想骗我啊！现在时钟几点？现在几点？所以我要调到那个时间，然后他就会，我把它调到8点哦，他就会回家，是不是？8月21，福利院的小三开了很多小白花，给妈妈带了一朵。我穿了纸衫的红，这是谁啊？妈妈做的饭菜最好吃。镜子看得到我吗？啊，好了，我要调了。8点钟。8点钟，7点50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调七点59吗？这样他我调7点59，然后赶快出门，然后那个出门躲柜子，先买菜吗？好，先买菜哦。买菜多少？6点半是不是？用，没办法买菜。来吧，你先我喝口水，等一下。前情提要还是刚刚谁有那个剪那个我刚讲的那个前情提要，不然怕后面来不知道。不过我们有可能会玩第二次，他有国语版的嘛？好了，八点他要回家，等一下再看一次。8点是要回家煮饭，好，煮饭。是啊，这是储藏室，他应该要去旁边的厨房煮饭呢。而我们趁他在切菜的时候就偷跑出去啊，这样不是才对？他怎么来储藏室煮饭？哪有人煮饭煮一煮跑到厕所的啦？又没有要大便当饭、小便当菜，哪有人煮饭跑到厕所的？他就在那边煮饭，他不就在这边切菜，然后
然后在那边煮饭吗？啊，他乱跑，他也不烧开火，我直接那个，我直接冲去看看好了。他不会让我调7:59吧？他有这么好吗？为什么他妈这个变黑的？我要怎么调啦？这黑屁哦！开灯反而我调7:59，已经不行哦，行啊！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！行了。不行啦，他8点就已经站在家门口了啦，没办法啦。我们刚刚那应该是没错的啦，家位很准，家位很准时啦，因为要煮饭给阿嬷吃啦，煮饭给女儿吃啊。20个月了，我从泰国带大号便当回去给你好吗，小菊菊？我吃泰式加麻鸡，你就20个月啊？好了，我们先躲一下，躲一下。不行，再调了吧？不能啊，不能啊！要想办法出去啊，要想办法走出去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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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贴符，出去怎么就有声音？他怎么一堆声音？好，我们
化身那个恐怖片智障男主角，智障男主角一定要开门，我们看看他应该是晕倒了，我们要去救嘎威。对，嘉慧，你见点啊？醒下！而家佢终于走咗啦。放心啦，你朋友已经冇事，佢好快就会醒翻。很快就会醒翻，那我们要赶快了呢。之后我同嘉慧就离开咗城寨，点都冇再翻入去。亦因为呢件事，我哋变咗做情侣。不过嘉慧因为惊吓过度，有阵时行为会变得有啲古怪。喺老细嘅安排之下，我哋调离咗外景组，一直留喺 office 做嘢。就咁过咗三个月，喺四日之前，我收到嘉慧一则奇怪嘅 message， 之后就点都搵唔到佢。呢几日收咗工，我都会继续留喺 office， 希望可以搵到一啲有用嘅线索。哦，我还以为刚那样结束，如果刚那样结束，他妈就是粪便。什么东西 ？Cassie Chen， 所以我跟嘉威因为这件事情，两个人就有那种共同的羁绊，两个人就在一起了。但是他突然又不见了，他传什么讯息给我？传一个。每次啊，管不住。